当我儿子尤文出生的时候，是我跟我先生第一次发现，哇，原来要解决我们的托儿的需求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当时都有全职的工作，那因为托儿的选择并不多，所以我们当时必须要决定谁要把工作给停下来，然后来照顾我们的儿子。我知道我自己非常的幸运，有支持我的先生跟家庭，能够让我继续的追求我职业上的目标。但是这并不是在卑诗省很多妇女能够有得到的机会。非常多的父母，特别是妈妈们，因为没有托儿选择的关系，他们只好把他们的就业机会给停摆，没有办法回去工作。这并不 OK， 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，让更多的母亲在卑诗省能够有更多的选择，无论是回去工作、就业，或者是寻找适合他们家庭所需要的托儿服务。我们希望有一天，父母都能够有更多的选择，无论是妈妈要去上班，或者是爸爸要在家带孩子，或者是父母都能够一起去上班，将孩子交给优质的托儿中心，而且所有的人民都能够负担得起在他们所工作的地方生活。这些目标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全民的托儿服务系统，来支持本地的孩童、家庭跟就业机会。这是我希望所有孩子都能够拥有的卑诗省。